我是迪士尼线 Antrain， 是迪士尼线的吉祥物。迪士尼线已经踏入15周年，不如我们一边行一边自我介绍路线吧。我的列车编号是 P501 P502， 俗称老鼠大哥。迪士尼线来往印度至香港的迪士尼乐园，途中并经过迪欣湖。迪士尼线的巴士比较疏，要20分钟才开出一班。我是一架英国制造的无人驾驶列车，不过受疫情影响，我这条线在4月初开始停驶，到6月18日才开翻。7月初那时疫情严峻，但没有停到我这条线。不过我这条线都不会受影响。好了，我约了。